好，这是月炉结局，银河结局哈，那是一般的结局。啊，这边就不念了，嘴巴有点干啊，因为喉咙状况不太好。酒神，哇！每个99是怎样？太夸张了吧！这也是最后一场了，没差。好，你呢？好，再看一次动画喽。138的哦。
真没趣。对了，咱们来唱大戏好了。就那出《火烧连环船》好了。不过得先有火种才行。上回外公大少请的戏班子演的可真好呢，就差没真的放火，可惜了。喂喂，你们上哪去？不玩就不玩，别走嘛。那怎么来玩躲迷藏好了？那到开始倒数咯，小绿皮上哪去？隐藏洞来，那朵西，今夜又来了三个，不公平！你们还找了帮手。算了，来这多我也不怕，快去躲好吧，我要开始数咯。绿叶小妖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呢？啊，操纵一炉了。这边有一只，没看过你，你是茅山的亲戚吗？不是，是阿平叫你来的啊。哎，还有，你们长得一模一样，谁分得清楚啊？你该不是大毛吧？还真给我蒙对了，长那么细谁知道啊？而且有六只哎，小绿，都长在下面是不是？阿皮，哎，不会动，原来是一棵树，我看错了，你是六毛。等到你的毛三，还最后一个嘞。阿皮呢？可恶，我就知道不对劲，这回被他耍了，非找他算账不可。他在哪里啊？就是仙剑一的那个翼鲁跟仙二的翼鲁，长相其实差蛮多的。他在哪里啊？阿皮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？找不到，真是气死人了！不玩捉迷藏了，我要帮诸葛孔明。郑将官，听本军师号令，准备火烧连环船。你在装啊？看我不把你烧的屁都没了！哎，换了凉风，我也要说话要文雅，不能太粗鲁。别最后耍赖，每次都这样。算了。为什么新仙剑的翼鲁的个性有点像林月如啊？喂，欢迎我们当鬼啦！鬼婆婆来了，大家快躲起来！溜到挺快的，真是的，老子小子一个样。再不回来，等会见不着人，我就把门给锁起来。至于这丫头嘛，就得等着虎爷当晚餐。不过小妮子瘦干巴的，来给她杀牙缝都不嫌够。圣婆就爱吓唬人，什么虎爷会吃人？要是看到你也早吓跑了。李易如，你再不乖乖出来，就别等什么虎爷，老娘现在都扒了你的皮做晚餐。知道了，烦死了。对了，是蛮像尹小友的。小绿、毛三、大毛、六毛、阿皮的朋友，大家明天见哦。对了，像尹小友。对了，这么说也没错。哇，
七彩蝴蝶飞呀飞，花间采蜜为了谁？这丫头啊，好大胆子，叫她回来还给三催四请。再不看见人影，我就给把门锁起来。诶，婶婶，你怎么垮着一张脸呢？除了你家的魔人镜，有谁有人有这本事啊？哈，果然应验的天下一物科一物啊。你号称铁掌肥凤，这下可栽在这小女子手上了。还说呢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歪？诶，不是我自夸，想当年啊，又不是我以孝勇闯仙灵岛，你竟然哪有福气在这里含饴弄孙呢、啊？哟，敢和老娘翻起旧账，臭小子，狠心是吧？好，有本事就自个把你家那死丫头给找回来。哦，好，要换一下了，还在弄这干嘛？快去找啊！灵儿，灵儿，你在哪里？灵儿。灵儿不在房间。哦，瞄到了宝箱不见了。昨世今非万物尽，生死相隔两茫茫，结愁长，度思量，人间如梦，以笑成风凉。离景似是昨日，转眼却已今年，景色依旧，物是全非。以前我在岛上的时候，老先老妖管得严，一心就想往外闯，而今天只是站在这里，我却已经感到心满意足。傻丁哥，因为你现在身边还有我们呢。好事好事，我只能说林哥说的就是一个人生的历练啊。我觉得每个人成长都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是从小被爸妈管嘛，一心就想要就是长大之后就自己独立，然后去外面住，然后等到出了社会之后，经过几年之后，你会觉得家里的好，我很正常啦。留我前思，所以我觉得毕竟是灵儿结局嘛，所以他就活下来了。怎么活下来的呢？怎么活下来的就不知道了哈。好了，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在失去的才会知道，失去的才会知道原本的好。我说过，我尹逍遥一辈子守着你，无怨无悔。逍遥哥。爹，娘，咦，娘，你怎么哭了？爹，一定又是你，每次都不帮忙，在家闲闲等吃饭。哎，你还敢这么嚣张啊？沈婆说她不知道喊了多少次，有人不知好歹，就是叫不回来。可是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只是……如儿，还记不记得你答应娘的话？做个孝顺的好孩子。今天也让大家这么担心，似乎和好孩子应有的表现差很多、哦。好了，我们快回去吃吧，回去吧，沈婆还在等我们吃饭呢。爹，你不生气啦？不气？你以为你爹这么好打发？早知道那么不听话，生下来就该扔了。娘，你看爹啦。如儿乖，爹是担心你，因为如儿是我们一同守护的宝贝啊。嘿嘿。爹娘沈婆，你们看，纸上画着李氏一家全家福。
对，这是幻想。后面也太快了吧？那我赶得赢下来不行吗？好了，后面结尾有说这是幻想的，满足各位新建迷的遗憾。好啦，林克的结局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新仙剑奇侠传的三种剧情都跑过啦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感谢各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新仙剑奇侠传的游戏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感谢大家。如果想要玩这款新仙剑奇侠传游戏的话，在 Steam 上面也可以购买到哦。那请支持正版，感谢各位。